田娃竟劈土往心灵创造，安慰姚元浩。田娃阿纪啊，你这样做小心吃上官司哎！是这王心凌遭前男友姚元浩张晋的私密床照外流，事后男方透过脸书道歉，没想到事隔多日，风波仍未平息。因为我搞不清楚啊。资深艺人田娃日前在姚元浩脸书道歉文下方留言，他先是向神祈求姚元浩王心凌健康平安有钱赚，但夸张的是，他竟把王心凌私密床照 P 成长辈图，并写下放下与世无争。还附上按赞的图示，这网友见状后非常傻眼，你怎么会有原图？你这照片你会被告的，一定告死你，一定要告。田娃事后受访惊慌表示，不晓得会因此恐挨告，他只是好意建议他们俩放下与世无争，毕竟人生苦短。他也承诺会将照片删除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